福州腌的肉，13一斤。对。哎，那个五花肉啥时候能剔出来？五花肉等一会儿呢，真剔不出来。昨天买啥的？买了五花肉，买了。来排骨。在哪买的？超市。超市你买五花肉不贵呀？哎呀，不是超市便宜吗？排骨是吧？超市。买这玩意儿呢？买啥呀？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，120，要多少？是这一个样吗？能有个这一个样。啊，再掉点秤啊。过两天没要了。哎呀妈！啊，行。微信收款12元。捡一个，我要回超市来了。还捡的啥？你猜捡着啥了？超九这，你猜。今天卖肉，我看能猜出来不？啥都扔了，猪身上。啥都不扔。啥都不扔。那可不。到你这啥都扔，咱那边卖肉啥都扔。人扔了你还捡回来了？你捡回超九那也是灰鹰啊。他也是猪肉。扔了你都捡回来了，还扔？还有扔的东西？要搁我卖高价呢。又给我倒掉了，马上了。买啥肉？大姐。多不这块？要什么？还要别的？瘦的还要点吗？瘦的来多些。我来点，来一个。都拿着啊！我不要那，也不要那。来你，赵爷爷，来一半，来一半，不要那。这个肉多好吃！东哥，有下边的够不？够，120可以吧？那啥的，昨天卖多少钱？13块钱一斤，一块肉，5到8斤。是，5到8斤肉。哎，这个有多好？都哪儿去了？老李，你挑的跑哪儿去了？哎，他不想买吗？来，这手啊，叫线我啊，来几斤？微信收款，来几斤？好几斤？啊，小袋儿吧。来一个大的，来俩小。哎，大的。啥时候腌的中午？行，到底要来个咱家正常，反正都来一场。我下了路，一片路。你能不能伸手？你哪有这技术啊？哎，这口啊，好，前朝来多些。前朝是有啊。这猪多大？这猪是买30多斤，那猪380多斤，它像那个了。你说它还会买肉不？这就是啥？哦，两个大哥都在说，他捡点辣椒没花钱，超九十似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哪个邻居了？没有毛，哪儿的？正毛。哈哈哈哈哈！咋卖了？我的天！那这一嘎正好给他留出来。我没花嘛。谢谢。就让我画了一下嘎，改花。不，这嘎子咋地的？大哥，这啥鸡巴？2万，出去干呢？你不是不要这个吗？我是越好肉，你是也不要啊？吹牛蛋，叫你买那五花肉，它跟这个不，这纯硬类还不好呢。你别看你天天看我卖肉，你看你不知道哪好，够不？我5点钟。100吧。对。早点起来没？5点钱。那1块5便宜。哎，1块1买4。先生，你先生是人情，不开始管饭对话，不讲理由。咱得说了，是我说那个天上不，你说好是天上的天上，我说我都没2块呢。这一块，这能多少啊？一块能有多少？要不要啊？啊？要不要啊？天干100中啊？行吧，你弟来一半，不都要了？行啊，现在13一斤，13一斤呢。啊，打点标上都拿得了。要一半，那一半我要，我俩一人一半。这把你要不？我不要，就那些，就那些得。好，把手。我要。要好我就来点，不好不想来。这一拉的，这个你还不是好？这李姐给你甩过去。嗯。
找我120。行不？我大姐得多少呢？100吧。这叫元宝。你怎么嘎呀？这么嘎吗？没说这给你吗？看这老师傅的，来，我给你递里看呢，让你摸手都有味。肯定行，这个一拉都瘦的，一定要瘦肉。要我家冰箱还那多呢，60斤吧。哎，行，看着就要买。我看见就想买。到家我给他拔开。他来倒不用加钱了，婶儿。你想加你就加，你别说哎呦啊。哎，正好60，没多给呀。微信收款20元。18了。差2块钱，175，比我那多。不用喂那给你纯肉肉。你给我从那给我添点，你从那给我添点。给50吧。你从那给我，管我的宇多少呢？你给我添点。来吧，这也没花给你添。给我添点吧，人家不，人家带这上的大姐，你出来拿一点吧，这咱总从你这砍肉。大姐，要不这块你不要，你等瞅着，我给你拿这块。给你钱。你出来给我看。50吧。你看，站着我给你拿。我这不要一两那肉呢？你说。站着中不？往我镇着给你了，都给你，镇那段的，装上段的，好，这回给你。你看我打完标了，行不？行，这都给你。你看好不好？大肉，这肉值不值？70。不要那个天，不行不行，刚添点肉啊！这不是肉给添的，不要肉，我得擦那个票，这得让他拿不走啊！哎呀，这多少钱？70。看着没？都让它变成这好肉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两个都好吧？双胞胎。去，底下能去。我大哥是鲜肥，其实你是不懂的，这是大猪肉，还鲜肥。这猪肉带鲜肥了，我还用挖腰牌了。400多斤大猪，我都没这腰牌肉，这肉很肥。小恐龙小猪啊！不是，宰个小恐龙都比这大。还能忍受啊？微信收款70元。你只不过你鲜肥，你得吃薄了肉，你吃不了这大猪肉。我这主要是百姓市场，这个肥的不整一点，整点吧，要不行，对吧？咱是百姓市场，不来那，是，对吧？整点再来一条来。行，不要那些，不要那些啊！百姓有点啊，百姓有点。那你真的得给断的，要干啥底下？让底下整断了。行，多钱？行吧。那还是我看看那块了。这嘎都大瘦肉给你还不中？行。我寻思这嘎你都要了，我整点。你要不了那。试试。您打点肥的。行。你这嘎不要断，那就完了吗？没了。还要了不？你反正这好了，剩一点儿，才70块钱。小孩得卖给我。想对，小孩儿对付出去。确实对付。一斤了啊？多少一斤了？40。20吧。猜对了吧？猜对了。多不挣？我退多，要50块钱就行。没给啊？是三块钱。要50块钱就行。行。要瘦的是吧？要瘦的，他说他猜对了吧？我说没奖，非标多少？因为我兄弟看我视频，猜对没奖，得50。然后你把我那个把皮跟那肥肉片着，都拿着。好，都片一个。你收都便宜，收不当爹还多。你今儿整不整？用不着，咱是5块钱吧，18个。排骨你是记着卖多少钱，这个卖多少钱，因为它水白裤了。来一个，这叫钱上钱的，它不是一个地方，这还有一个物哥的啊，一样，这不是你的，看着吗？83，82.8，这不是你的。说这是排骨里的尾骨，跟你这不一样。这样忒多了，这都少要3块，你再让我加点儿。这少要5块。啊，两样都给少要5块钱。你看，152留150。可是这130，别掉了，够意思不？等你喜欢这个，看着134留你130，够意思不？360，230吗？不是吗？好，这130吗？360，360，360。这四个都拿着了呢，不都拿呀？哎，不要那个，要这个吧。我记得你都拿着也合适，12.1。好，这是65，该66啊。
那就给你66，还66大顺。那行。谢谢妹子，拿两份大的。行，别搁里了，这都收着啊。那个一个一个要啊。好，那臭整钱吧。不是称臭整钱的馅儿，这是三馅儿。哎，三馅儿的，哎，我记得两这三馅儿是吧？哎，对，哎，会臭不？哎，会臭，你还这个呢？来来来，来吧，两三斤瘦肉是吧？这你切，吃这切吧。这是昨天找我那七十，给六十，找那七十。哎。这不还给你大一点了吗？谢谢。他就是那上的，不是说我刚给你带。就是。哎呀，不对劲儿了。七十。嗯，行，要了这条了吧，姐。八块。没了。你看那边那春肥。哪一个？哪一个都不肥。那再去我可不去了，大姐。是肉，你少去点，我拿着了。你一点，我一点不去了。快点的，你不去，我都给人装上了。哎，人家先肥。人家着六要40斤肉，我这点零肉，给他一装得事儿。你那个去不？去上脑子。中。行，来三斤。来一斤。来3斤左右吧，你多的不吃肥。像这腰排肉都能挑出毛病来呢。把那肥的给我去去啊。啊，那肉不肥了，大姐。快，狠点下肉。这个肉你让清我都不清不了。看着吧，姐。肉给你打个中吧，60。你把这五花去了，我给你拿得了。他不是去的，你那个油点花过分了，姐，忒要求过分。没有肥的。中吧，装上了。多少啊？啊，那是60，这装上吧。装上吧，就那小点子，姐，真肥了我都不找人去了，都让我打这些标了，完你还让120。二斤的，拿点。来了，今朝来这小块的。分析收款120元，能都要了，三斤也行。你这都要了得了，我给你打标去。这儿呢，这一打标，行不？也没多细。对，其实我这给单位送，你不用打标。我跟你说，我给单位也是卖这些钱。看着吧，这我给你打的好不？85。那跟那肥的打一点呗。要多些？太多了，那不多，你打呀，打完给你打呀。打完给你打，打完给你打点。哎，这玩意儿，打完给你打还不敢呢？啊，我嫌他这个这腰，这五块这五块，那腰牌那个，这个肉，哎，这个都好，这个的，他猪大啊，是猪大。现在卖多少钱呢？64。这个肉你看一看啊，这我也加轴了。少说一个，给我给80。贵喽。哎呀，我冲啥都一张纸，中了，那就花多点儿，多两块钱。嗯。这送摊儿的不？人家长得多俊呢，你一下你就不说大话。35斤，好像你没拿报告似的。啥呀？帮你帮，我都不帮你帮。多少斤？2斤，一根。